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哥，又见面了。今天来当个美食猎人啊！我现在就是出夜操的时间，时间我看一下，哦，好像一点多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来钓一个餐桌上还蛮常见的高级鱼，叫做红干。好，希望可以钓个 size 还不错的。最近也稍微对这个厨艺也稍微下一点功夫哦，希望最后可以呈现一个还不错的料理给大家。好，我现在时间差不多，准备上船了。等一下拿到证件，先打兵，打完之后就进船舱。我们开出去大概四个小时。好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要到钓点要四个小时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啊。你看这个船舱，要四个小时，是吧？你看这船舱，很华丽啊，非常舒服。啊，我们前面是彭家屿，我坐了四个小时的船，终于到这边。这一路上我吐的满地都是，啊，满地都是，还有这边马桶。基本上那四个人我是抱着桶子跟马桶来度过的，好，不过好险好险，现在有恢复点体力，卯尽全力拼一只红干，拼完一只我要先去睡觉了。好，我现在先打算用这个300克的，希望把它沉得越快，越快达到鱼群，中你的几率就越高。有鱼啊，有鱼啊，有鱼！哦，哦，出得啊！水了，水了，水了！刹车给它锁死。OK OK， 有鱼啊！哎，哦哦哦哦哦哦！到到。水了，水了，会转的啊，会转的啊。来钓鱼哦，赶快下啊！都带走了就去睡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快点啦！哎，快冲哦！会酸哦！我刚刚锁死了，还不会，锁死还会冲啊！小心，不要没关系。OK OK。来，会着。来来，哦哦哦哦哦哦！我以为是对面勾到我，不是 ，OK。来就不灵，来来来，哦哦哦哦哦哦，激动激动，来，激动，好饿的，上来上来上来，拿到，拿到，白银啊，量起量，量起量，对呀。走走，可以可以 ，nice。现在钓鲤鱼的话，通常会到晚上一些比较礁岩石地形的，哦，因为这种地形错综复杂的话，哦，比较很有可能是生物躲在那边。通常地形越复杂，里面生物多样性就越高，哦，搞起来鱼就越不一样。看可以换什么东西上来。有开吗？哎，有。有鱼。我的天！我很累。水面，水面，冲上来一点。呀，水！看到上来。上来。
快起来嘞！哇，上不上来啊？哦，哦，要大了，要大了！给到线了，给到线了！来来。龟岛也是，龟岛比较肥，但是平均 size 都比较大。对，耶、有一只，然后到了本人最期待的环节，我们来料理这只红干。那我本来是钓七八斤的，但是那个我想我一定吃不完，所以我来换一只比较小只的。这只大概一斤左右而已。不过拿起来也是非常有分量，然后呢，场景我是特别挑过。其实我本来这个计划是想要在船上煮，但是那个浪了1.7米左右，哦，非常的可怕，一直晃一直摇，我速度觉得自己要被晃到外婆家去了，所以挑这个非常符合在船上的场景，哦，有蓝天白云，还有这个马赛克拼贴，让我想象在海洋的感觉。如果我真的想要在听海浪声音的话，哦，我就再冲一下这个马桶。这样，那今天我想做的料理是姜烧红干鱼，我特地上网学了一下，今天就要验收我学习的成果到底好不好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把它放下去啊。直接吗？对啊，直接放啊。好哟。这个水一定要先沥干，不然那个油会漂了。这个妙的，发现太大只了。好。Nice， 有了有了有了，是有是有，很大一点，嗯，很香啊，加这些下去啊 ，OK 的，不然等下葱把你挑掉，最好吃的部分给你吃，现在来加上这锅菜的灵魂啊，酱油，来了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当那个酱油渗到它的肉里面，我想应该还蛮好吃的。啊，美味的代价。美味的代价啊！哦对哦，这一次出船手多了很多伤，这边这一个被我刀子划到，还有这边这个放铁板的时候放到脱皮。啊，我忘记一个东西了。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啤酒，我找看一下，我又忘记。这是最后的调味。是吗？菜单上面是说需要米酒来提味，哦，但是我想米酒好像也太普通了，试试看啤酒会不会有一番新的滋味。中西合璧。先来喝一口。台啤的味儿。还行。你加一点就好。你不要加个半罐啊。加个半罐是不是？哦、你说了我就出了哟，半罐。半罐差不多。本来开始会有一些比较呛的清香味，但是现在煮一煮之后，我完完全全的融合在一起，真的很香啊！觉得有一点妈妈的感觉了。摄影师是不是有点想嫁了？想啊啊！你是不是有点想嫁了？想嫁了？想嫁了？怎么想嫁？我说想嫁了。想嫁。好了，现在享用我们今天的料理啊，酱烧红干鱼。来，摄影师，你今天辛苦，我先帮你装一点。耶！啊，不对不对不对。刚刚去买了一点白饭，先加一点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哦，没问题，一坨够吗？够，哦，一坨，尾段的部分最肥了，来，请享用，谢啊，好吃哎，好吃哦，只是蛮重口味，我觉得有点太咸了，刚刚试吃有点太咸，是中辣的感觉，对啊，嗯。水好像加太少了，但是应该是 OK。就是酱油蛮多的。对啊，很下饭哦。嗯。对啊，我来试试看。而且它的肉是鲜的。好，来吃一口。这一份好吃吗？哼、嗯。是不是。加鱼的感觉啊，感觉不要加那种感觉。而且它没什么刺。对啊，但是它肉其实蛮绵的，扎实之中带点绵密感，好吃。好吃。其实我不在做效果，我是真的，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这煮汤应该好吃，煮汤菜也不错。哎、欸，你下次做柠檬鱼好不好？柠檬鱼可以哦。点餐。点餐是不是？对，叫大家点餐。饭有点不够。没关
饭也不够，好吃哦。这次很可惜没有吃生鱼片，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下船就回到这里来煮，没有事。对，不然我本来是想尝尝看生鱼片什么样子的，是什么味道。生鱼片应该是不会让我失望了。一个人说好吃不相信，但是这么多人都说好吃，这个鱼一定是好吃的。海鱼不一样，海鱼就不一样，海鱼真的不一样。淡水可能生长力量不太对，吃起来会有土味，它这吃起来是没有土味的。调理的这样吃起来就是清香，清甜真的。对，清甜，没有别吃。一口接一口，真的。我就饭不够了。对啊。饭不够怎么办？我吃完了。你吃完了？我再去买两碗白饭好了。真的吗？你不是说吃一点就够了？好吃耶。结果吃到屌到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挑一些比较没有刺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吃完。我觉得可以吃完，我本来也吃不完了。这个下半程度绝对是吃得完的。真的没有让我失望，好吃。我也想不到别的吃的，除了可能用别的锅单字 delicious yummy amazing amazing 啊、amazing， 太下饭了呀，真的下饭了。我们再去买几碗白饭。好，吃完了。来做个简单的结尾，这样下来我觉得有一个提出，就是我们每样食物都是得来不易的，就算是再怎么看起来唾手可得的食物，那后面其实都是有一批人的辛劳所堆积而成的，粒粒皆辛苦。对，真的粒粒皆辛苦。最后再给他一个评分，好，一到十分我给九分，好，没有给十分是因为应该差在我的厨艺了，有点过咸了 ，sorry。再来是还是要给他想个名字啊，我们给他取的叫做《龙王的呼喊》好了，还是太浮夸了。可以啊，我真的很幸福。OK， 龙王的呼喊我觉得很好吃，真的不错。